寒舍赞助播出。不走寻常路，淘上穿内裤。各位小伙伴们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内涵播报，我是主持人呵呵。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搜索内涵社，下载我们的 APP， 更多好玩图片等你来戳。暑假到了，你是在玩反手摸肚脐还是锁骨碰硬币？可惜我都不行，你们城里人太会玩，我还是乖乖的骑木马吧。乡下人少说话，现在我们都是玩肌肉翻硬币，不服来仗。男朋友过生日，来就只干一杯，对身体好。吃完饭送了男朋友生日礼物，结果他跟我分手了。尼玛，老才才养这玩意儿，别人是养宠物，这是养爹。那个不好意思，你挡着我了。最萌身高差原来是这么来的。最萌身高差主持人给大家颁发国内演唱最难听奖项，一定要插上耳机听，用心感受，用心。别对我说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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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要的明天。我们打佛系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我们打个佛系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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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这样不对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这个节音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怎么调太费劲了？为什么呢？这究竟为什么？世界上太多事情根本没法说。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能见过海洋。竟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世界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关上爱别人的门。呵呵，快帮我叫120。股市暴跌，大家都想不开了，1、2、3，一起跳。大盘速降的速度和妹子下落的速度是一样一样的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股票跌成这样，没脸见妈妈。赶紧跳啊！你跳完，我还等着跳呢。这样的氛围下，感受不到世界丝毫温暖的海公公崩溃了。别说话，我想静静。为了缓解股市暴跌的忧伤，我们决定坐飞机散散心。海公公 ，Let's go！ 等等，这样降落的时候是不是在用脚着陆啊？好吧，脚刹车失败。各位大大，能先帮我扶起来吗？都说想告别单身，但是有了这样的男朋友，分分钟都想分手800遍。还有唱的歌。我妈不在，我带钥匙。那你的歌慢慢等。你想去看电影？那你注意安全哦。你爱我吗？在认识你之前，我的世界是黑的。那认识我之后呢？全黑了。啪。你眼睛好看吗？谁啊？人家呀。人家是谁啊？就人家呀。哎，肚子好痛。多喝水。脚好痛啊。多喝水。那条腿好不舒服呀。多喝水。你分手吧。那我怎么办？多喝水呀。妹子，离开他，我不会让你多喝水。最近发现我们生活中有好多外星生物，好恐怖，怎么办？在线等。尼玛，还是这个不是说见过以后不许趁机马尾。大爷，我洗干净了哦，上来玩吧。更恐怖的还有这个，妥妥的西瓜太郎，有这么个逗逼爸爸，小娃娃前途堪忧啊。所以这是小娃娃长大以后吗？凡事要从娃娃抓起。平时最讨厌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脸这么大，如今我终于找到了神恢复。恢复，你脸怎么那么大？
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看脸的事情，我怕我的脸小了你们看不清楚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我长得帅，所以要放大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都是被满脑子智慧撑的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因为我有出息，经常给我爸妈长脸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你知道为什么 plus 比 f real 贵吗？你脸怎么那么大？因为我胖，所以脸大，好了吧？别打扰我大事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我操！我用你们家洗面奶了。还是你的？你脸怎么那么大？脸大丢脸丢的慢，你还不出去？你脸怎么那么大？我脸这么大，你一巴掌肯定打不死我。你脸怎么那么大？难道有人不爱看脸大的人合照吗？脸大，脸大是块宝。大声说出来，夏天看美女的好地方是不是水上乐园？友情提示：珍爱生命，滑梯需谨慎。昨天去电影院看了《侏罗纪公园》《怪兽恐龙》什么的，简直吓尿了。不过这画风变得也太快，喂喂，能不能给恐龙一点尊严？最凶的怪兽其实应该是鱼先生，大嘴一张，丰衣足食。哪家的喵崽子，打扰老子睡午觉？鱼太凶不敢惹，你好好睡，天黑了，晚安。前方红色报警，场面太惊悚，请大家捂好眼睛观看。你哭吗？也不能让不过来给你哭，你老子我搞你不过来再说我一点点来哭。好可怕好可怕，吓死本宝宝了。上期的话题是说说你看到街上在秀恩爱的是什么感受，收到了小伙伴们的神回复，还感受啥？我会大声喊道，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。本期的话题是说说你用的最久的东西是什么。订阅有奖啦，出海公公头像有惊喜，酷炫礼品等你来拿哦。戳这里戳这里，快赶紧的。